有网友问，我在生活当中啊，很害怕和别人接触，只要别人接近我啊，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和恐惧感。请问这是社交恐惧症吗？社交恐惧啊，是这几年的一个网络热词了。它其实啊，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者是公开场合都会感到强烈恐惧感或者是忧虑的精神疾病。当然啊，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呢，也不必太担心。第一次与陌生人交往呢，他的紧张啊，是在所难免的。此外呢，其他的一些家庭和社会因素呢，也可以引起社交恐惧，比如从小啊，这个性格受到一些压制，或者是家庭搬迁过于频繁，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较为恶劣，与人交往的时候受到的挫折比较多，都可以引起社交恐惧。那要缓解焦虑呢，首先是要明确，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而不能够简单的根据这种紧张或者是恐惧的表现，就诊断为社交恐惧症。具体来说呢，社交恐惧症的诊断和其他的精神障碍等等的诊断是一样的，需要根据病人的病史、临床症状、病程和排除标准之后进行。如果确定的是这样的情况，建议采取心理调理为主的方法，比如说啊，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参加一些团体性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像爬山啊、旅游啊等等都很不错。适当的多接触陌生人，能够逐步培养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那此外呢，如果确实感到很焦虑，而且无法缓解，那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